大家好，因为部电视个女要睇公主，所以我匿埋喺房用电脑睇，睇紧呢个 A.O. 嘅单。嗱，到对麦维迪夫而家打到第三盘啦。咁一边睇波，其实系想讲下 Coleman 嘅。点解讲佢啊？人哋琴日赢咗呢个 A.O. Junior 2022年 Doubles 嘅冠军啊嘛，咁开心，唔系唔讲下啊嘛。咁頭先有個波友同我一齊睇波講開嘅，咁佢哋其實識㗎，佢哋都識識地啊，咁佢哋有幾熟我唔知啦，都好似幾熟嘅都。琴日 Coleman 贏咗，我哋已經好感動㗎啦嗰下。到佢咧，等到佢講嘢嘅時候咧，佢話要用廣東話講嘢，真係直頭就喊出嚟㗎啦，真係。你如果睇開波，或者你平時咧，你如果你喺香港打咗十幾廿年波咧，你其實好可能一早就知道 Coleman 呢個名噶啦。如果你有打開波，佢個名其實喺香港，我哋嘅人好多都識噶啦。即係佢唔係話好出名有報導嗰啲，但係你傳我傳佢咁樣咧，就好多人都知道有個人叫 Coleman， 佢係打得好叻嘅。咁啊，講開佢，哇，真係～你看住佢細細個開始打，由香港打出去，其實咧你睇佢而家就哇好威啊，好風光啊！誒，佢個人又好客氣啊，好謙虛啊，睇到所有都嘢，所有啲嘢都好好。但係咧，我哋係即係我哋有時叫懶係熟少少咁啦。哇！即刻嗰種感受咧就係、是、哇，佢捱咗好耐，捱咗好耐，終於出到嚟。可能你都有嘅呢啲感受。即係你有做開運動，你都知道其實好辛苦噶嘛練波。你死捱爛捱，你未必有成績嘅喎。而家捱到成績出嚟，我話我唔止等佢高興，我直頭等中意佢嘅人高興啦，我等佢阿爸阿媽高興啦，我等好多人都高興喎。即係仲要你見到佢琴日咧，好可愛嘅喎，笑眯眯咁樣，好謙虛咁啊！喂，我想用廣東話講幾句咯，直頭錫曬佢真係。我看到啲留言都係個個都好開心，好中意佢。我而家講講下都講到啲語無倫次啊！即係你見到佢，究竟呢個小朋友佢努力咗幾耐，佢有幾努力，佢先去到呢個成就呢？即係佢啲父母話付出咗幾多，支持咗佢幾耐，支持咗佢幾多嘢。先去到這個層次呢，其實你上維基，我想很多人都有查，你上維基看到父母教書的，你即不是說很有錢，我想收入一定很穩定的了已經是，但是不會說很有錢，你知道做一個職業運動員，你培訓一個職業運動員出來是要很多錢，你知道香港的資助是很少的嘛，他是要去到呢，真的去到美國贏了那個 Orange Bowl 呢，才開始叫做可能有些好一點的收入啦、贊助之類啦。還有剛才講開就是，為什麼我們香港的運動員是日清去贊助，我們一個本地企業都沒有，多慘啊，多淒涼啊。即本地企業花很多錢，不是啊，跌一點出來就養到啦。結果是一個什麼日本企業，你養一個運動，養一個香港的運動員，幾噁心，幾肉酸。咁啊，唉，咁唔好講嗰啲嘢。不過講翻就係、是，真係好戥呢個小朋友開心。希望佢第時可以繼續，即係點講咧？唉，又亂咗。真係好戥呢個小朋友開心啦！你睇佢，哇喺拿度嗰度學波，校長出嚟。鼓勵佢，哇！贏咗波又出嚟再恭喜佢，嗰啲即係嗰陣即係 dreams come true 啊！不過我知佢目標仲遠啲嘅，繼續即係仲有一個更遠嘅目標繼續落去。咁啊，希望佢啊一路走落去咧順順利利啦，因為睇佢打波咧好睇啊！因為但係我哋嗰啲骨架洲人咧咁樣打上去操上去咧，最怕受傷。希望佢健健康康啊，繼續打上去啊！哎，冇組織過，講下講下都唔知講邊啊！咁啊，諗到再講啦。而家我繼續睇波啦。不過琴日見到佢贏波真係好鬼激動啊！真係激動咗我一晚啊！我諗好多人咧，
都同我一樣咁激動啊！希望佢快啲翻嚟香港打下波咁啊！我哋喺香港可以睇到佢啦。好，下次得閒有時間又拍條片，或者吹下水啦。拜拜。如果你想你嘅正手打得狠，反手打得稳，咁你就要记得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，like and share 啦。